大家好，我是阿贝，本期是丧尸跑酷系列第四期，现版本的丧尸特性是跑得快，跳得高。这次我们挑战跑酷的地点是沙漠地图火电厂。接下来让我们开始跑酷 ，Let's go。快到终点了，到达终点了。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赞吧。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